久呢。修啦！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，放中间啦，都可以。叫你女儿吃饭、啊。好啦，心灵，干嘛？吃饭啦，快点啊，快点！吃饭、啊。不要偷吃啊！等一下妈妈会发现，哎、欸，她会骂你。我跟你讲，不会的，我等一下告状。你们两个在干嘛？没有没有，没事，吃饭吃饭。好，来，哎、欸，快点，妈妈这鸡腿给你吃、哦，小心一点，小心。好，那我的嘞？爸爸的话吃鸡翅，啊，这个给你，只有鸡翅啊？对啊，你是不是？不想要今年的礼物啦！好、啊，我要啦！我的爸爸最好了。好了，真的？当然当然。那、啊、你要说什么？啊，谢谢爸爸，我最爱你了，耶、yeah ！先吃饭啦，乖小孩。不要，我再看一下看。怎么样？是围巾哎、欸，谢谢爸爸。不客气、嗯。挑的还不错哎、欸。对啊。你看，我要现在围上去。好好，我看一下。你看怎样？不错哎、欸，蛮适合你的，啊、嗯，耶、yeah ，可以可以，不愧是我女儿。啊，我的嘞？你的什么？嗯，有礼物吗？嗯，有有有，都有都有，自己看一下。我看看，哦，哇，项链哎，喜不喜欢？还不错，算你会挑。看你笑成这样。哎、欸，我拿不起来，帮我拿。帮你带。好。好，收收，小鸡哥，头发，对，好了好了，等会我看一下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漂亮哦！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嗯、跟年轻的时候一样，靠腰、哦。好了，赶快吃饭，赶快吃饭。等一下等一下等等、啊，我要先拍照。好，拍什么？当然要拍礼物的照片喽，这是爸爸送的哎、欸。好了，快快快。耶！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哎呦，很害羞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会不会很丑？哎、欸欸，很可爱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。好好好，赶快吃菜都凉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好，看到位参考一下手臂都这么好看的吗？你喜欢吗？那你除了教书还会做什么？我还要画画。骗人！哪有画画指甲这么干净？
你画什么？你亲我一下，我就告诉你。不要，我不跟人家随便玩亲亲的。那谁才跟你玩亲亲呢？只有我老公才可以啊。你老公？你现在没有老公又没有关系。那你要当我老公吗？你说什么？不要，你去。你是说当你的老公吗？嗯，好啊，那先给我亲一下。嗯，不要。那你说老公喜欢老婆哪里呢？你的屁屁很漂亮哎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你很没诚意耶，只喜欢人家的屁屁，色。哪有？我也喜欢你的妹妹啊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等等还要开会，这么快？我该走了。那我之后可以去教室找你吗？最好是，再看看吧。我上课不可以旁听，而且不能有外人。那办公室总可以了吧？办公室，再看看吧。不可以骗人哦，手机号码给我。干嘛要手机？不是有 LINE 吗？打电话浪费钱。LINE 喂。没关系，我有你的电话，可以主动打给你啊。对了，这里收着。干嘛这样啊？干嘛不是5000吗？不是说要当人家老公？哎呀，没关系，收着。哦，可是我不想收着说。喂，哎是，我不好意思，今天比较忙，等下马上过去。当然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